年迈的奶奶一动不动，女人上前一看，才发现奶奶原来已经妈妈也像见鬼了一样，腿开两个了，被关。据说里面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一行人连刚进如书海小帅的脚就受伤了。大美几人合资的事情，这一次大叔没有隐瞒，他告诉大美，当年被送去书海的人有一些没有死成，就在书海深处，两个孩子中的妹妹似乎可以看到这存在于传说中的书海村。大美越听越不对劲，感觉大叔说的姐妹俩好像就是自己。